压到片的啊，来电的医生人员，唐老板因汉人都在去住院，俺因为给台湾的住院之一，拿出按做住院呢，各种精神、各种态度呢，对台湾一些地方呢，他个按的贡献人的力量，表现按客家做住院的各种态势、各种态度呢，客家住院，大家一定要看。